过去我们在世大运啊，最多单届拿到7面金牌。那体育署之前就估计认为说是大概8面到11面，已经是11面已经是高标了。体育署其实各协会报的时候都比较保守。对，我们大概报了大概一共有22种运动项目嘛。我们大概认为有其中有12种项目，大概63个小项有机会拿到牌，甚至是金牌。但是结果呢？最后面我们这个成绩，光是一个滑轮溜冰就拿到了10面金牌，几乎是跟全部的整个代表团的金牌数几乎已经差不多了哈。那么其实，我要说的是，在前面几天里面，第一天其实中华队没有金牌紧张，大家还有点小紧张。但第二天呢，从郭幸存那个金牌拿下去之后，整个就压力就释放，而且加上滑轮溜冰一天就至少2面金牌或三面。我们如果有那个比赛现场的画面，给观众朋友看一下，那真的是。每一个时刻都让人非常感动啊！对，那在前面的比赛前开的4天，我们已经达到标准，后面就真的是一路上往上飙。那后面我们除了追求这个金牌的量之外，我们也要看金牌的值，也就是说，我们很多项目，有些项目是奥运项目，有些项目是非奥运项目，或者只是亚运项目哈。那其实在我们看到像郭幸存，他是以破挺举世界纪录的哦这样的成绩拿到金牌，哦非常的让人觉得感觉很开心。杨俊翰他不但是在准决赛破了他个人的这个保持的全国纪录，达到10秒20，而且在准决赛到跑到10秒22，他是我们这个相隔26年来第一个在世大运短跑项目拿到金牌的台湾选手，而且100我可以拿一下吗？应该很重吧？哈，那也叫轻啊？800公克，怎么这么轻啊？超过我的想象啊！800公克而已。所以其实标枪并不是很重啊。它算一个田径赛事投掷项目里面算轻器械的，轻器械啊，看起来很重，但是其实拿起来很轻。好，如何能够掷出91.36米？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美感。就是我的速度可能会比一般的选手来得快，跑不跑十一秒100公尺吧，阿怪，11秒5，助跑重不重要？重要吧，跑11秒多，这不没有这种事情的，在投掷的项目，对，在那个很太难了，靠力量的标枪三铁没有这种速度的啦。好，赵森摆一个 pose 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标枪神指手的 pose。你的举枪跟你的助跑呢？有持枪，这是基本的持枪。这是基本持枪。对，然后到枪尖，另当金枪射出去呢，我那那那射箭挂起哦。但是我们只会做这个倒转这个动作而已。嗯哼，对，因为如果要再做延伸的时候，会破坏我们重心，所以他一定要速度在进行的时候才会做。做后续的，你要说你像科皮很重要哈，你像科皮那个动作是最后怎么延伸的？所以那个发落思路怎么做的？没有，因为你速度你要在一瞬间挡下来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所有力量在支撑在左脚，所以他到最后从轴心脚，从那个自由脚转到赵春，你知道我们打篮球有叫蛇腰，你也算是那个标枪的蛇腰，你最后那个一扭一下出去，好像有 turbo 一样，你知道吧？所以你的只有那一扭像有 turbo 一样。当然，那个最后那一扭，那个协调力、力量劲道，但是不要射出去。对呀，太重要了，台湾 turbo 啦，他。好，我们看一下台湾 turbo， 好，真的一扭。现在还没热身，可能会受伤吧？那个叫满弓啊，是满弓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比标枪重哎。因为如果平常训练，就是可能。拿药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拿标枪的话，这个动作没办法做得这么流畅，因为标枪这个叫做什么球？没办法做一个药球。药球，枪给我，枪给我。来，药球是在练习的时候故意做比较重，基本上就是不管是练习或者是比赛前都会做一些药球的一些加重，对，投掷训练，对，对，它就是因为你标枪它比较不方便携带，因为它比较长。所以我们都会以比较小的东西来取代，是，然后而且它可以，对，它可以达到就是比赛。啊，那我补充一下，什么叫药球哈？篮球运动是相通，篮球我们也投药球，很大一颗，很重。你药球很重，篮球很轻，对不对？拿掉以后，哦，你的手就很有力了，投篮。举重若轻，是举重若轻，就跟木棒、棒球要很拿很重的棒子，那挥棒和正常棒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木棒里面会加重，对，是。我懂了啦。那个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好，我们拍金牌真是了不起啊！必杀技是什么？是不是也让观众朋友能够认识你更多一点？我觉得我的必杀技就是在我的杀球嘛。对，杀球其实杀球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其实大家以为用力的话球就会快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的杀球就是重点取决于那个瞬间的发力，就是其实你手一开始要放轻松，然后到击球的瞬间的时候才可以用力。现场有另外一只拍子，对不对？那吧，等一下，那个小平兄帮我拿一下之后，你现场我看能不能
得到金牌选手的金牌得主的亲身教学哈。来，他说他的手要软嘛哈。听说你会打对不对？这样杀下去是吧？一开始举起来的时候，这段要轻，轻举起来的时候，对，然后击球快要打到球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才要抓力，这时候力量才要。所以你控制力量的那个 timing 很好，对 timing。那你击球那一点的速度很快，对不对？对，那个是最快。你随时跳有多少？随时跳，那时候没有，可能50吧，不止啦。不，你们可以垫一步杀了，对，我们可以跳一步，等于助跑跳了。对，麦克话贼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杀球啊？好，试试看喽。这个是最近距离的，哇，那个虎虎生风啊！对，他就是最后的时候才要再继续发力，一开始就是轻松，最后的时候发力。他这个还不是最快的哦，对，你这不是黑夜，你怕把我们摄影棚打破？对，这个跟小丽一点。阿冠打到眼睛就个偶练可以弄到，真的，他打真的真的真的会整个整个乌青。如果你戴眼镜的话，打到眼镜片全部碎掉。哦，他有瞬间的速度，你知道那个打球。我跟你讲，还没有录影之前呢，小平兄跟我说他也会打，打得不错。来，你不要随便点空位。来来来，你不要让他，好不好？你这个比公园的那个还要小，比公园的阿北还不如，没有。紫薇杀球，杀球，杀球！金牌得主啊！紫薇他是下一届奥运的举办市长哦。哇！杀球最高纪录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了。据说你还有那个叫什么球啊？那个叫做小旋球。我还有另一个绝招，对，就是比较小的技术。我就是先让人家误以为我往前是要放小球，然后再对，就是也是在最后一个瞬间变化成挑球，所以敌人就会往前跑，然后其实我球是往后打的，他就会措手这个什么假动作，也是一种骗术，对对对，欺敌了，欺敌。那个什么叫做小什么球？就是可能算小球。偷骗人家变成推球，小球变推球，他没有那个专业术语，挑球变推球，可不可以也在现场示范一段给我们看？就是本来我然后挑出去，对，就是拍子拉回来，然后收出去，再往下，拉回来，是，手腕最后一手腕就是变方向，手腕，因为我们羽球都是小技术嘛，所以就是看最后手腕的变化，不就是对，关键在变化，所以你动作大的时候其实没什么用处的。好，再一次好不好？好，来，买。哦，这样我就有看到了。扑罗也不赶快，这形象是扑罗也不赶快哈。哇，所以羽球王子果然是羽球王子。我们刚在场外的这个赛场呢，您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民众已经陆续的走出小巨蛋的场外了。那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个是在这小巨蛋最接近的这个比较大的入口，是在三号出口的捷运出口这边。事实上警方在这边呢也都严加戒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好它这个出口是比较靠近北宁路口的管制区，而在北宁路上呢就是这个松山分局，就在这个位置。那么稍早呢有很多这个陈抗人士，甚至呢有些抗议的人士是被带到这里。那稍早又传出了疑似呢是有些抗议人士有一度传出要包围松山分局，要来这边陈情抗议。因此在这个散场的部分，我们看到的警力的配置上面呢事实上是并没有减少的，而且呢在这北宁路口还有增加的趋势。再加上现在是散场的时刻，因此非常多的民众是从这边的一个出入口来进出。在捷运的运输方面呢，当然也要为了希望这交通方面呢可以顺利的畅行，因此呢很多警方呢就是来到这里进行指挥，那么引导民众走到这个正确的位置。而在这个南京东路上面呢，因为在两侧的南北两侧的个道路部分呢，两侧部分是有这个警备车停在这边，因此呢有道路缩减的情况。那交通呢在这个散场的时候车流量来看是稍微有一点多，因此在警方的部分呢这人力的配置上呢当然就特别的忙碌，包括了要维持现场的秩序，也包括他们要在现场指挥交通。那也希望呢民众在退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情况。那这个在管制区域呢可能要在步行远一点的地方才可以走到这个公车，或者是包括这个所车辆停放的地方才可以安全的回家。那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待会棒球慢慢讲，我们要讲说今天哈天佑台湾，天佑台北，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哈，这次四大运有一个成功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感人的故事，我们两位的金牌选手，另外呢就是运动员优秀表现，我去比比赛得到我们原来一股更那个，但是有个重点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在比赛之前大家没有预料说这么好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从这次的一个所谓的激情要转成关注，关注转成行动。那这个是我们不是说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就忘了，因为这些选手还继续走下去嘛。那您刚才讲到说，以前输球赢球哈，
弄个赌篮的部分啊，这次是输赢，大家都很感动，输的也很感动，包括女篮哈，包括男篮啊，篮球这次真的是输得很感动。我想已经被怕前八成不是柯林啊，已经我觉得那个篮球的，我觉得已经在水准之上。我觉得有时候输球哈，输球让人家感到是一点拼斗精神。这次的那个棒球冠军是谁？日本的，日本总教练昨天拿冠军拿到奖牌，他说。我这本是来被教练拍冠军的啦，因为上次在那个。所以这次棒球应该是民众关注度很高呢，国球嘛，负面情绪比较多啦。